我男朋友说他的机车加油手把可以上水，那有可能。他还说不用熄火就能开坐垫，那有这么容易？别说啊，他说只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油箱盖哦，那有这么容易？机车又不是轿车。他来了，哇，你看呢，哎、欸，就听着，哟，那有这么容易？最得意的小车，光阳 Easy 100。